我确实没学过爱像无心电波，这微妙的感受原来就是心痛。现在我们上哪个目的地？变色。当然。爱的笑让我世界的分子都冲动。核心自己心跳厉害嘛，那就要播出了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1月19日，它就要播出了，大家敬请期待。送你一颗糖果，你说你也在喜欢我，成功，我的心脏因你蹦蹦心。